肯定要被砍一刀啊！还是补了个速递出来。No!
避震不能减慢攻速，只能减慢移动速度。以前签证办好了吗？没，周六周日不上班。练哥看着比上半年胖了，真的假的？可能上半年开了瘦脸，这回没开瘦脸。别标，到时候帮你申请。谢谢力量飞炎的火锅。恭喜力量飞炎20级粉丝牌。
两张，下几张？一张吧，两张。等到下一张牌，我们再下桌。No.